你还捡了个盒子面装的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？我捡的？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怎么这种意境？我操！我们怎么是这种逼阵容啊？一起团不？团这边，别团下半区。Let's go！等到1分钟，我们走好吧？不来肉吗？哇，这大叔带的什么？牛逼！社会带错了，应该是。哇、哦，这豹女好秀啊！豹女是那边。没突到场上。直接点的，我感觉在圣物之阵，然后点过量治疗，这样点天赋的话有一个好处，但是好处在哪里啊？在于他的那个溢出的盾，那个盾值确实是有点高，那个盾值的血量打到后面大概是。打到后面啊，那个盾值的血量大概是好位置400以上。哎呀，不行，别点，别点，别点。嗯？这次跟不了。这次没扫。所以我觉得你是可以带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前期带什么装备，一级、两级该压还是压，真的。但这个发育也快一点，我发育也快一点。你发育的快一点。他应该没了。妈的！现在六级了，我怀疑可能会来。我们等豹女先过去看一下吧。变身在这里。哎哎，中单。打不了，打不了，这边还是。在不在？他在。哦哦，你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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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交闪，我死，我死，我死。他不是去拿红了吗？拿红很快的。反正我们拿到一场了，只能这样子了，就要熟悉一下这种节奏。我要越塔，好吧。点、yeah. 走下面，这都不死了吗？哎，这中单会过来，中单不好吗？中单呀，
走了走了，我走了。哎，确实，你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知道。他这装备，我很难碰到他。他一瞬间是，不见得可以打得死我的。哇，这都没哭到啊，兄弟，这个没有哭到真的有点伤了，哥。没有磕，没有蓝，我操！操你妈！这么秀的吗？这个没办法帮你啊，老铁。哎，我飞不过去吗？要第一时间。哇，你还烦我，我这是用来打河线能杀吗？有了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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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像天生有一层风女的盾一样。好吧，你在中路补一波可以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算了吧，他走了已经，我过来了。哇，还是死了，他取消 TP 了。他妈的取消！我给剑圣上个点人吧，剑圣交闪，都没闪。应该是操你妈的狗头，狗头是天下了吧？兄弟，这个炸弹人也太鸡巴，秀了吧？很容易空吧？哎呦，这不是老炸弹人，这是他妈的来 happy 的。剑圣，剑圣！哇，发现啊，这个盾值很关键。这波不是这个盾值的话，我应该早就死了。因为我吃了对面的满技能。哎，到现在连装备都不了解。他提升我的速度吗？任何人都提升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农村来的，没长过见识。走啊走啊走啊！
他带吧。哇，捞散了一个羊尾，这么多金身的吗？你掉了吗？没有。这两个金身也太秀了吧。我们这种他妈的傻逼阵容，然后把他们吃了，我是真的。谁是秒表？我服了。나 打算明天6点。